致辞。Good afternoon, ladies and gentlemen. 各位领导，各位团长及会员，各位演员，各位来宾，大家好。又是一年秋风送爽，在这枫叶正红的季节，由我们华枫艺术团主办，加拿大美洲电视台、加拿大天飞多元文化艺术团、全球青少年公益联麦俱乐部、国际青年联谊会、辅众活动中心、万锦祥和星光协会、阳光老年俱乐部、窦云峰舞馆、加拿大爱心联盟共同协办的相遇感恩的欢乐活动正式开启，请允许我代表华枫艺艺术团欢迎并感谢各位的到来。祝福你，祝福你，祝福你。
Yeah.
天空像大海一样，广阔的大陆上尘土飞扬，穿森林过海洋，来自各方，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，打起手唱起歌，跳起舞来，让我们唱一支又一支歌。划船箫鼓声声唱，